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小伙伴们大概都看过电影《泰囧》吧，可以说这部电影不仅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，更鼓动了一大批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游，可谓是双丰收了。不过说到泰国，小伙伴们又了解多少呢？相信小伙伴们的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大概是人妖了吧。在泰国的不夜城曼谷，有这样一个去处是大部分游客必去的，这里就是曼谷规模最大、知名度最高的红灯区，位于市龙 Slum 地铁站附近的帕蓬 Patpong 夜市。乍一看，这里跟我们中国的小夜市几乎没有多大区别，但是走进去后才发现，原来里面别有洞天。走在里面，会不时的有人凑过来，在你耳边念叨“乒乓秀”。所谓的乒乓秀，其实是曼谷的一种暗号，来代指色情表演。如果你选择跟他走，你会发现他将把你带进夜市另一侧灯光昏暗的小门。进去便是另一番只能在电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热闹景象了。为了招揽中国游客的生意，有的商家甚至在门前挂上“我爱你中国人”字样的横幅，可谓是煞费苦心呀。作为规模最大的红灯区，帕蓬夜市不仅仅是一条小夜市这么简单，围绕着这条小夜市的还有各种主题风格的街巷。虽然看着有点假，但它的规模之大，它的繁华程度，无不令人啧舌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有机会去泰国玩的话，可以尝试性的去看看哦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